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YT 台风少年团。你的眼睛，我把它比作心魔，像一颗星星，总能照亮一些人的灵魂，似美好的前景，似幼时的向往，似夏天凉水浇滴在手指的清凉。我要认真听了。这是美颜，圈粉体质，入坑神器，夜白与风轻，山带与穿行，你眼中的风景都该明朗赤诚，拿热爱填满的灵魂，也不算茫茫一生。你叫什么大宝贝？我成功了。大宝贝儿 ，Two 小甜心马嘉祺。哇天啊！清亮的声线，柔和的语气，小小少年已经深切地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大写的温柔。喜欢马嘉祺的每一天，都像住在棉花糖里呀。大宝贝儿，宋亚轩，稚嫩的脸庞，澄澈的眼息，睁大眼睛啊，清透的嗓音，他会用歌声拥抱你，也会用笑容融化你。他是很厉害，他是黑夜里的灯火，是白昼时的风，是所有坚持不下去时努力的理由。太感人了，太感人了。月亮预谋了这场温柔，心跳声看着我，心跳声回响在这宇宙中，无机透明的时间，在你出现后，都有了意义。我站在原地，等风，也在等你。